共永成 Tony 昨晚就同何超凌齐齐出席护肤品活动。Tony 透露喺冰岛拍摄嘅时候，差啲俾攞住冰咗嘅超凌毁容啊！但系佢就大赞超凌敢于冒险，好有做旅游节目主持嘅潜质啊！哇，趣事就啊，我谂我系真系险将我嘅头留咗喺冰岛啊，因为咧佢系啊个头啊，因为佢嗰、那个。佢嗰個冰鑿咧，揮咗喺我頭面前出現啊！因為地下線啊嘛，咁個冰鑿擺咗喺地下咯，即係簡稱就險毀容啊，險毀容啊，係啊，同埋今次就，佢比我想象中有冒險精神咯，即係可能大家對超年嘅 perception 係一個啦，但我見到嘅超年就係一個非常之活躍、非常之中意去玩同試新嘢嗰位女士咯。即係當大家即係覺得全部出面哇風大雨大又零度嘅時候，佢仲要求不如大家出去影下相啦、拍片啦咁樣。即係佢對佢有做旅遊節目嘅主持嘅潛質嘅。